各位嘉賓、各位觀眾朋友，歡迎嚟林莎莎銅鑼灣呢一個全新形象嘅旗艦店出席2023年度香港小姐莎莎頒獎典禮。我哋今日嘅司儀，我係 Ad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tephen。今年咧係莎莎連續第20年咧成為香港小姐大會專用嘅化妝品專門店，咁見證咗咧唔少嘅香港小姐嘅誕生啦，亦都陪住咧香港嘅女孩子一齊成長嘅。莎莎憑藉住一站式美妝產品專門店嘅概念，一直致力為外面一族咧提供咧嚟自全球600个產品品牌，全面照顧唔同顧客嘅需要啦，令大家咧無時無刻都漂亮第一。作為大會指定的化妝品專門店，我們莎莎知道各位佳麗連日來都馬不停蹄，在比賽期間亦都會參與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，皮膚一定受了很大的壓力，所以今天我們莎莎特別就為這麼多位佳麗準備了超過總值70,000元的獎品，令他們可以履行作為香港大使的職務之餘，還可以持續地散發香港小姐的美麗。咁2023年度香港小姐咧喺8月27日咧已經順利誕生咗啦。咁事不宜遲啦，而家咧我哋有請2023年度香港小姐冠軍莊子璇小姐、亞軍戲最上鏡小姐黃怡然小姐、季軍黃敏慈小姐，同埋友誼小姐姜依玲小姐出場。我这边啊，我这边，你有空间。好，右边右边，呢边呢边，我呢度呢度，系系嘛，有张。好，呢边呢边呢边，系呢度呢度，你先。好啊，中间吓。好，我喺呢边啦，唔该。左边唔该，请喺左边，系啦，呢度吓。好，仲有翻嚟呢度呢度。我俾得纸度。好好，另外一張右手邊呢度呢度，呢邊呢邊呢邊，中間呢部中間呢部，好嚟到前呢度呢度等咗落嚟，係我擔心呢度。好啦，歡迎曬咁多位講者啊！咁啊，再次嚟到咧，我哋今日咧呢一個全新莎莎嘅形象旗艦店啊！咁我都知咧，四位講者咧一連串咧喺過往幾個月咧都進行咗唔同嘅活動㗎，包括咗咧有呢一個莎莎美肌亮肌嘅訓練班啦，莎莎探店嘅美麗任務大挑戰，同埋仲有美麗尋寶噶，同埋我都相信咧，四位嘅佳麗咧喺過去咁多個活動裏面咧，亦都喺我哋嘅專業團隊裏面咧都溝咗好多絲喎。無論喺化妝或者護膚，甚至乎咧喺鏡頭面前擺 pose 咧，亦都獲得咗好多嘅經驗啊！相信對大家咧之前喺決賽裏面嘅表現咧，絕對有個好大嘅幫助喎。係啊，咁樣咧，首先咧，當然我哋就要同2023年度香港小姐冠軍莊子璇小姐 Hillary 傾下偈先啦。係啊，咁今年咧，莎莎咧，我知道咧有好多產品咧都得到好多位佳麗嘅推介嘅喎，有冇啲心得咧可以 share 俾大家咧？好多謝大家今年的支持啦，咁令到我哋信心大增啦。咁我覺得我哋喺過往兩次嘅莎莎 event 裏邊，其實學到好多唔同嘅美容心得啦，例如可能化妝啊、護膚技巧咁樣。最重要係我哋知道自己嘅膚質適合啲乜嘢嚟嘅化妝品、護膚品，同埋我哋有機會體驗下莎莎嘅產品，咁我哋更加熟悉呢個產品嘅用途啦。哇！多謝曬你 ，Hillary， 我見到你皮膚真係好靚，係真係好靚，各位見到。咁我好想知道咧，你會唔會有啲心水嘅產品咧？喺莎莎裏面啲廣告活動啦，你會想今次想推介俾我哋㗎？我知道其中一款咧，係咪我手上攞住呢支水咧？係啦，冇錯啦。係啦。呢一款我哋喺越南都有用嘅 Elemon 全新產品原肌水啦，咁原身水啦，咁我覺得呢一款產品咧，佢除咗係有實驗認證啦，可以令到我哋嘅皮膚更加緊緻，同埋佢其實有個好多天然嘅植物
成分，例如好似保加利亞玫瑰啦，令到我哋皮膚更加紧致、更加亮肤。咁所以都好推介大家行开珊珊都可以试下呢支产品嘅。哇！多谢你嘅分享啊，真系。唔光只系冠军啊，果然咧系美貌与智慧并重啊，好俾翻你先。其實做女仔都真的要很勤力咧，時刻保持最佳狀態嘅，又要 update 啲美容知識啦。咁好彩咧，莎莎咧嘅專業美容顧問可以咧隨時隨刻咧都幫到大家嘅。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接著落嚟咧，我又想問一下亞軍啊，我哋今年嘅亞軍啦，兼最上鏡小姐啦，黃怡然小姐 Alina。咁啊，我都知道你咧一向都會用開山嘅產品嘅喎，咁你自己有啲咩心得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？係咪就我哋手上而家攞住呢個瑞士嘅 La Estevie 嘅呢個黑蜂御靈嘅黃金水喎？舒氏黃金水咯，因為這個市面品真的很保濕、很潤喉保濕。我們信的參選的果肉都是用這個保濕的，因為好滋潤啦，係啊，同埋好多嘅保濕成分啦，係咪啊？我都見到你嘅皮膚都漲卜卜喎，好水潤喎 ，Ada。係啊，唔怪得啦，你咧真人同埋上鏡咧都咁 sharp 啦。咁你啱啱推介嘅呢個啦 ，Estevie 嘅黃金水咧，我知道而家咧響莎莎咧都係火速熱賣中喎。對，係啊，呢個係啊。所以咧陣間要記得把握機會咧喺莎莎度買翻先，咁咧就可以咧打造到好似係 Lin 咁樣咁水潤、咁平滑、咁靚嘅皮膚啦。多謝曬啊！多謝曬兩位嘅推介先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點少得咧，亦都想訪問一下貴君啊。咁啊，貴君黃敏慈小姐 Lavelle 啦 ，Lavelle， 我知道你咧喺我哋之前美麗尋寶嘅活動裏面咧，你贏得咗咧呢個迷人 Pink Critics 嘅組合大獎啦。另外，亦都喺我哋嘅莎莎美肌亮妝訓練班啊，得到呢一個咧資靚嘅 Eleanor 嘅 Cover Girl 嘅大獎嘅喎。咁係咪因為咁咧，所以你 keep 住你個皮膚都咁明耀照人呢？因為咧，其實我經常喺莎莎呢度 shopping 啦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啊，莎莎係一個一站式嘅美妝產品專門店啦。同埋咧，莎莎你想買嘅東西，其實你都可以揾到啦，譬如話護膚品啦、化妝品啦，同埋一啲小儀器啊 ，supplements 都有嘅。所以我就用咗好多呢啲 product 去 keep 住我嘅狀態。啊，梗係咧，應該用咗支好靚嘅 product， 當然係咪 Ada 手上呢支咧？係啦，唔知道你咁多款嘅產品裏面咧，你係咪都係最中意呢個 Juju 咧？我記得你之前都有介紹過。呢、這個儀器咧，呢、這個係一個射頻儀啦，呢、這個係瑞新升級咗嘅，同埋咧呢、這個可以緊緻同埋抗衰老。這個你用咗之後咧，就皮膚會更加好啦，同埋呢個性價比都好高嘅，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用嘅方法去用自己變得更加靚，所以大家都可以試一下嘅。哇！多謝曬你分享，我即刻將呢一個 Juju 嘅極致換髮。膠原射頻貴妃二 Pro 擺喺你嘅手上先。我見到咧，林家好識尋寶啊，應該好勤力去護膚啦，用呢個美容儀，所以 keep 住咧咁有氣質啦。係啦，咁當然啦，我哋最好咧都要問一下我哋嘅友誼小姐得主姜依玲 Jenny， 我都知道咧，你都一向都有用莎莎嘅產品嘅喎，不如你都同我哋分享一下你最中意嘅產品啦。我最中意嘅係。來自瑞士的 Swiss Program 的明星原霜，因為它可以增強我們皮膚的抵抗力，還可以促進我們膠原水分的增長。我在我比賽過程時真的幫助很大，同埋我都會推介給我身邊的朋友。哇！你咁識得分享俾朋友咧，我哋呢個 Swiss Program 嘅呢個王牌嘅 The Rich Cream 啦，真係好啱唔同氣候同埋唔同嘅皮膚使用噶。咁唔怪得知咧，你咁受歡迎啦，多謝曬。我都即刻將呢個 Swiss Program 送喺你嘅手上先。四位講者咧挑選嘅產品咧都好適合我哋唔同嘅膚質喎 ，Ada。係啊。呢個時候咧，我哋都可以邀請佢哋喎。係啦，咁我哋咧都邀請翻四位嘅佳麗咧去翻咧台邊休息先。唔該曬。我哋頭先咧同我哋嘅四位嘅。